我们要欢迎我们这位大来宾哇，他可是《森林之王》第一季的季冠军。哎呦，来头不小、哦，真厉害哦。嗯，伊就是咱的全域女生许丽杰，掌声欢迎他，欢迎。谢谢，这首歌非卖品，哪怕是非卖品。还有唱些歌，谢谢。这张专辑是谁帮你制作的？啊，是我的非常大的贵人，叫陈子红老师。哎呀，子红老师，那你听说你第一次进录音室一个小时就回家了？哇，录这么快啊！那很厉害，厉害。应该是说还没有抓到那首歌的情绪，或者是就是我当天的状况感觉不对。对，老师就觉得音准啊、技巧好像都对，可是就是少了那一位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立刻被请回家了。那你当下是什么心情？就是你才刚录第一首，哎，哒啦，我是被淘汰了，我是不是不能发片了？这样对，我只是比较难想象说一个新人第一次进录音室，然后子红老师那个表情很淡定，跟他说：“哎，先回去，你先回去，之后再来。”的那个心情，我觉得会很可怕。哎，嗯，我一出去就哭了，对，吓哭了哈。子红老师，你已经很久不做新人了，为什么你愿意做他？是的，我也蛮佩服我自己。我是在学校歌唱比赛的时候看到丽姐，对，而且两次她都得冠军。那我觉得她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很好的声音，然后丽姐就是连续两次让我真的是有打动到我的那个声音，对。
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终于找到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声音，真的。嗯，哇，天哪，真的是哎，是老师认定的好声音，是啊，真的，我可以挂保证，真的，这不好听不要钱。哎呦，子宏老师挂保证哎，挂报警，挂报警，是是是。而且美人姐她很棒哦，听说最近有活动要举办，有一个巡回，那接下来的是11月30号在台中中友店，那12月8号的在高雄大圆白。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你的好声音，没错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可以听到，所以这是售票的吗？啊，我还有另外一个，哦，还有，对，还有翻面过来的，对。那这个是我的新歌首唱会，它在12月13号后台咖啡，你只要凭我的专辑就可以免费入场了哟。哇，赶快买，赶快买，是，可以，他。子宏老师认定的好声音，但表示他是可以唱现场的好声音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哦，还可以再听一首吗？听，听，听。痊愈，为什么选这首？我想要让更多人听到我声音，然后我想要利用我的声音，我想要让更多人有力量。嗯，哦，声音让人家有力量，哎，是啊，好期待哦！掌声欢迎，谢谢。不再提，如果遇见了你。跟自己排演的对手戏，若关心声问候的话语，会不会觉得可惜？也许就快痊愈。